艾蒂出现在杰克的眼中，也容易熄灭。也且才烧的久，果然我城门并没有上锁。杰克又立将城门什么推开，一位女巨人出现在他面前，几张地说。我丈夫是会吃小孩的。你知道丈夫是谁吗？走吧。谁？丈夫是谁？谁？爸爸。女巨人的丈夫是她的爸爸吗？老公。女巨人的老公是她的丈夫。杰克害怕地说，可是我已经饿得没力气了，可怜的小孩，这些东西给你吧，再也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了。女巨人不但给他一袋面包，还送他一大袋金币。哇，超棒的。正当杰克要离开的时候，传来一阵巨人的脚步声。啊，他来不及逃了，他糟糕了，他被吃掉了，他金币也来不及花了。他眼睛跟他的眼睛是一样的，同一双是不是？你看，是啊，你看，哦，真的哎，观察好仔细哦。快躲起来，女巨人，赶快把杰克推进烤箱里。其实真的想吃啊，没有打开，没有打开啊。烤箱里，就在这时，巨人走进了厨房。咦，怎么有小孩的味道？里面胡思乱想了。女巨人还是不死心。嗅着鼻子到处闻。女巨人见状替巨人准备了一桌丰富的晚餐，还一大壶的酒。巨人一边享受的晚餐，一边大口喝着酒。思思弟弟忘记了，渐渐地也忘记了小孩这回事。他喝着便烧着腿，翘着腿在桌上睡着了。对，不，这个字是多音字，可以念着，也可以念着，也可以念着。不一会儿，巨人如雷的打呼声，割腕怪怪怪怪
怪拆了这座城堡。杰克听见了悄悄地从烤箱里跑出来。啊，他还没被烤死哦。他紧紧抱着女巨人送他的东西，头也不回。他逃出去，逃出了城堡。还是很喜欢看图，幼儿园学生还是很喜欢看图。啊，你可以去换下一个活动。好，那你要读一次给我听。外道什么？基因。金到达地面，妈妈发现妈妈，一只乔鸡腰焦急地在外道鸡爬他等他等他。杰克高兴地将袋子里的金币一股脑儿全部倒出来了，倒在妈妈的面前，并将事情的经过告诉说了一遍。有了这些金币，杰克和妈妈终于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了。过好一点的日子应该可以过很好的日子，那些金币可以买房子吧。杰克心里非常地感激他可想当面谢谢女巨人，所以杰克决定再去一次与端的城堡。云端上的城堡。What？ 你觉得他很怎么样？北七。你为什么在那边 What？ 你觉得杰克他再去第二次，你觉得怎么样？北七。你刚才在 What 什么？他干嘛搬走一趟？他干嘛又去一趟？你觉得这样会有危险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巨人已经醒了。巨人怎样？已经醒了。对。这有鸡块，哇！不是，那是金蛋。那是这只鸡生的金蛋。你不？蛋跑出来。那我把它杀了，至少我把它杀了，一定会有很多鸡。那是别人的东西，你不能去把人家杀掉，然后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你这样子是抢劫吧？不是抢劫，杰克。这次杰克没见到女巨人，却看到了巨人正对着一只鸡腰跑。来，另外一个字自己拼。跑。咆哮。你知道咆哮什么吗？咆哮就是妈妈在骂小孩啦，那边很大声的叫叫咆哮。为什么？不晓得他为什么要骂那只鸡，我不知道。你可能要看。杰克完全被眼前的景象给吸引了，因为那只鸡下的蛋是鸡蛋。很快的，巨人发现了杰克，正准备抓住他时，鸡咕咕咕，他地跳下桌，带着杰克往
豌豆，基因，基因，记得吗？基因的发下跑，基因的发下跑。豌豆茎是一个东西，豌豆茎就是它那个长长的那个树的那个茎啊，可以让它回到这样下鸡蛋的母鸡。意外地和杰克一起回到了地面。太奇怪了吧，鸡带着杰克逃跑，应该是杰克要带着鸡逃跑吧，太奇怪了，我真的觉得太奇怪了。然后就有一只巨鸡，欸，有一只会生蛋的鸡，杰克他们家怎么了？应该就猴牙，而且还是鸡蛋。嗯，从这天起，杰克家变得非常，这什么分屋，富有。你姐姐都不用看都知道富有，有了一个会瞎子，彻底改建起来。木什么？木匠，割坏漆的屋底害，什么？我不知道，你去找一找吧。什么？增盖新的房间。但是你刚才有从阿妈家拿回来吗？杰克害妈妈并没有忘记之前，怎样？没弄，贫穷困乏的日子，所以他们决定要用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不想念了，好，那我念哦。日子，不要丢，不可以这样。好了，日子似乎越来越美好，但杰克的妈妈却越来越没有笑容。即使邀请著名的马戏团小丑表演，也只能得到悲伤的回应。原来杰克的妈妈认为他应该要把这只让他们致富的鸡还给原来的主人，毕竟他们不是真正的拥有者。杰克听了很惭愧，决定把鸡带回去城堡给主人。给巨人，所以他又要干嘛？再去一次。啊，我觉得他这次真的会死。好，一天晚上，杰克鼓足了勇气，再一次攀爬豌豆茎，静悄悄的进入城堡。正当他看到想将鸡留下，你不要再喝冰的了啦！而且那么甜，你就明天声音发不出来，你要当执行吗？你可能没有办法当执行了，因为你是发不出大的声音的。李哲，向前开启，向前开，啊，起步走，太奇怪了吧？李哲，到底是不是他们真的？他们全家真的很奇怪哎。李哲，杰克整天在偷别人。哎，你慢点。为什么？为什么要讲？好，你去画那个。你不说你要讲。